杀啊，没问题啊。哎，这把我原本要玩 AP 的，但是出错装备了。我用伊泽就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对这个双水滴的伊泽瑞尔感觉有点不太适合我，玩起来那个 feel 就不太对。我要玩一只这个双水滴库奇好了，看能不能打死伊泽瑞尔。感觉这个时间要被屌打一顿了。对面辅助上六，我们就不妙了。这场我都没有去吃那个，要亡，快跑啊，峰哥！哇塞嘞，一卡车的人啊，救救峰哥哦！感觉应该是收拾不了对面啦、啊、不会还有大的？哎呦，你还有大的、啊、还好我够硬，多兰顿救了我。双人线应该是上去了吧，大概有一个221的石头人。要干啥？哎 ，nice， 峰哥舔他，死吧兄弟，你这跑不了啦，还用大招落跑了。哦，腰力还不错，怎么峰哥一直不吃人呢、啊？峰哥的吃是坏掉了吗？哦，峰哥留招尾刀，啊，我也在，兄弟们不用怕。就杀他，是我 ，nice 啊，峰哥，打他！嘿，哎，救命啊！他想杀我，来，咱们一起上，我们两个都会隐形。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，我们两个互相用技能牵制着彼此。因为我们知道谁上谁就死。刚刚是这个状况的话，真的是谁上谁掉，穿着快吃我，快走！哦，我要先跑了。如果那个鸟蛋你吃得起来，你就把它吃了吧。救命啊！他要杀我！不亏不亏，我秒杀石头人，连石头人这种东西我都秒得掉了。这场游戏已经没有什么挡得住我的东西了。哎呦，帽子出不出来了，这个先塞着一下吧。看来大家嘴上说不看咯，身体还是挺诚实的。这场我要玩 AP 凯撒，带这个吧。可以台语教学吗？我们这边都是纯正中文教学的，学中文看这台就对了。我是要照顾更多的外国朋友，他们来这里其实有一些。有一些是想一边学技术一边学点中文的，在我这一台能用到的都是很实用的那一种。好，这一场我来给大家带来 AP 凯撒。应该是可以玩起来蛮爽的。来吃螃蟹峰哥。
终于要打起来了，但是我想先吃螃蟹，我们吃完螃蟹再来帮。哎，没想到吧，我们从下路过来吸金燕子啦，快回下路，快回下路。虽然 Q 全中蛮痛的，但是千万不要仰赖这一招啊，这个招式还是很难命中的。哎呦，峰哥你有点准了，我看是要出事了，完蛋啦峰哥。哎，哇，我要死了，临死之前多打点伤害。好，峰哥接下来要靠你了，你能 Q 到他就会死，命运的一刻。 Nope 你被 Q 到他也要给你大放送咯。哦不，出大事啦！啊，峰哥也要出事了。峰哥不用，哎，哎呦，竟然有惊人 ，nice 啊，峰哥，你可以坚持一下。啊，对面也是全部没招了，我看是要通杀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看似失误，其实没有，他是操作的很顺畅啊。哦，要亡。峰哥黑盾，啊！我来了，朋友们，我来收头啦！即将抵达，先解决这个好了。嘟嘟嘟嘟嘟嘟。红哥黑盾，哇，他那个没死。被出事了，后排已经死光了。哇！哇塞！我直接把我秒杀了！可恶，出大事了！哇，这个家伙会把我杀了，我决定先杀这个，去死吧，这个比较贵。救命啊，我要被点死啦，先救救这边的。哎，嗯，吃的还是挺快的呢。算了算了算了魔啊哦！救命啊！我魔！算了算了算了！哦，这边要出事了！
哎，峰哥啊，我也要死啦！怎么会有人 A 了那个果子呢？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。哇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哇塞，他刚好像其实也对我没什么威胁哦。冲啊，给他们死，去吧，去吃霸龙吧。怎么都没有人打得中那个 AD 呢？